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佩玲，欢迎收看《科普一传十：科学足迹》系列。我们在这个系列将透过科学的角度来看建筑在我们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我们这集的主题是返璞归真绿建筑。哦，返璞归真建筑美学，是。果然校长真是不行。那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第一位是大家最喜欢的清大生科系的李佳伟老师。佳伟老师您好。佩玲好，各位同学们好。好，那第二位是大韩建筑师事务所的邱文杰建筑师。邱老师您好。你好佩玲好，各位同学好。哦，我们今天来到一所很棒的高中哦，请问是哪一所高中啊？釜山高中。哇，那非常感受到这个釜山高中同学的热情哦，而且今天我们的校长也在现场。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小测验也是由釜山高中的老师来为我们出题的。那今天出题的李国正老师今天也在现场。那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线上的同学们打个招呼？是。哇，阳光笑容的李老师。那另外出题的老师还有蔡玉林老师，还有罗婉慈老师。那非常感谢釜山高中的老师来为我们出题。那除了釜山高中之外呢，我们今天在线上还有很多跟我们一起收看直播的学校。那大家再来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直播地图，就是今天跟我们一起连线的学校。那大家非常欢迎哦，大家可以拍下这个正在收看直播的现场画面，回传到科普一传十的粉丝网，我们就知道大家在线上与我们同在。那除了台湾北中南东的同学之外呢，我们这次有海外的连线，那非常感谢海外的同学们继续在这个线上跟我们一起学习。另外希望大家在收看直播的时候要记得下载科普一传十的 APP， 那透过 APP 大家才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为大家设计的学习互动，那在这过程中也为自己打造专属的学习履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其实这一集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在传说从来没听过李老师谈建筑，所以说这个李老师跟邱老师这个合作会是让大家非常期待的。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想看看这两位的这个共同的交集。佳伟老师是两任的科博馆的馆长，那邱老师您自己很著名的一个作品就是921的这个地震园区的博物馆的设计。那首先就想请教一下哦，如果就一个回到一个馆长的角色，你会怎么样去看博物馆它所扮演的这个建筑的功能呢？博物馆是把自然物跟文物汇聚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如果佩玲你去过我们的地球环境厅，楼上有个芸芸众生，是非洲草原，几十种不同的动物汇聚在一个100平方公尺的空间里头，后头的背景是画出来的，那些动物是你到非洲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能他们会汇聚在那么狭窄的空间，也因此那是一个不自然的环境。是，就好像走进一个文物博物馆，从夏商周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把不同的器物摆在一块，那都是截取精华给放到一起。是，但是我们邱建筑师的成名之作是那个921地震园区，是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就是把一个原址给保存下来了。那个保存在博物馆界当然也有类似的案例，通常是把一个坟墓给包起来。哎，秦俑博物馆你去过 是不是？到西安还有一个汉阳陵博物馆。但是我们邱建筑师掌握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开展他的抱负跟设计能力，你跟他谈谈吧。好，那其实邱建筑师，您在看待博物馆这个设计哦，跟一般的这个其他这个建筑的设计，它绝对会有它不同的这些功能。那你怎么样去看待博物馆特别该表现的建筑功能？对，一般博物馆就我的专业来看，其实是尽量的留白，就是因为它的展品包罗万象，可能是地理、历史、天文，什么都可能，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921地震教育园区非常不一样，一开始它的题目就是有一个现场，
是，就是有一个车龙浦断层切过台湾中台湾那个伤痕的那个大地，嗯，然后选了一个雾峰高中，当年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嗯，那个跑道隆起是的那个区段来指定为我们这一次的基地，嗯，所以我这个博物馆从第一天开始决定，它就是必须把一个灾难的现场包备起来。是，所以我的策略呢，这一次不一样了，它不是全然的留白，嗯，因为我本身就有主题，嗯，所以我必须创造一个空间，嗯，在文明的历程里，人还是要吹冷气的，是，还是要有观察廊的，他要去看这个现场的毁坏的教室，他要去看这个隆起的跑道，嗯，所以他就变做了一个，我用这个建筑的针跟这个所谓这个建筑的针线，把一个伤口，嗯，缝合起来。嗯，用这样子去诠释一个地震教育园区的一个博物馆，嗯，这样。其实刚刚两位在谈博物馆的角色，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嘉惠老师其实一开始在谈到博物馆，它有点浓缩精炼大自然的一些重点。可是，在九二一博物馆的这个的呈现的过程，很难去精炼这个地震这件事情，嗯，而是怎么样去做现址保存。是。那其实，在做现址保存的时候，它在跟一般博物馆的概念其实就会不太一样喽。所以我真的很好奇，我们邱建筑师在众多的竞图者之中，为什么你被选作第一名？你用什么样子的概念感动了那些评审委员？好，我来回答吗？那当然 是因为第一个这我们其他人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是评审，但是我回过来看，嗯，已经二十年前的事，嗯，我能够被选为这个作品来盖这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忆，因为现在的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还没出生，但是在那个1999年那个大灾难的那个时代，哦，那个状态其实全国是很悲伤的，嗯，然后建筑师们都赶快要去灾区去救人的，去盖房子的，去自立造屋的，嗯，那在那个前提之下有办了这样的一个比图，嗯，OK， 所以每一个建筑师都跃跃欲试，可以想象那个心理状态，嗯，那我当然也是，嗯，但是我这样如果很简单的回答说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就是我觉得除了悲情以外，我们这个团队呢有一种理性，我觉得那个那个理性是比较可能感情的成分被我们适度的压住的意思是说，我刚刚也提到比如说一个裂缝啊，我们今天万一出车祸了有个伤疤，你到医院去，其实当然有人急，有人悲痛，有人哭，担心很多情绪，但是对医生而言它就是个伤疤，然后他就必须把它缝合，所以其实你用很科学、很理性的态度去处理它。然后至于你要悲、要伤，或者是有一种回忆、情感、乡愁各方面，每一个人回到他自己的诠释，嗯，而非必然是建筑师要出招，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是用这样一个蛮冷静的叙述的心态去记录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我想可能是这一点有打动到一些评审的心吧。嗯，其实就一个地震博物馆它的这个科学精神来说，把地震的这个现场做一个很好的保存，那当然是绝对重要的一个科学精神。可是地震的这些记忆，这些跟人有关的这记忆，是不是我们也在您设计的过程中也去被保存下来呢？嗯，这一块就是我刚刚提到，像这一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物件，比如说跑道隆起，是，还有那个像骨牌效应倒塌的三层楼，嗯，然后时间教室现在都还在那个场址上，对，这种巨大的灾难现场说实在的在 全世界都不多见，是，很多灾难的现场顶多存个一两个月就拆除了，嗯，就地重盖一个大楼新的 museum 或 whatever，嗯，但是我们这一次是其实是很少见的，嗯，用很柔软的心情嘛，保护出这一些其实是毁坏的物件，嗯，但是它变作一个重要的展览品，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一次最 lucky， 也就是说也是最挑战的地方，怎么样去把一个活体那一个展示物，嗯，把它保存下来不会继续的毁坏，嗯，然后可以跟这个自然界共存，那变作一个崭新的一个
被关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个是在现场里面比较难得找到的这些重要的物件的东西。是，的确，我们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会对于你选用的这个建材感觉很有趣，用了很多非传统的一些比较软的一些建材。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对抗地震嘛，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耐震啊，要用很强的这个结构去对抗这种天灾。可是你却是反向用一种很软的方式下去处理，那为什么你会用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这个表现方式呢？我也要追着问。好，我们两个认识，我觉得你很想当主持人。我们两个认识是因为他把房子盖好了，把博物馆盖好了，交给自然科学博物馆去经营、去维护去。是，当初我们馆内的工作同仁看着那个建筑就傻眼。弄块布绷在那个地方，台风一来不就吹走了吗？是吗？那下了雨它就垮了，怎么办？但是谢谢你，他们倒真是安全无虞。现在你可以说到底怎么办到这一点？对，其实人定胜天这个观念其实很危险，就是说我们硬要跟大自然去做抗衡，其实这个观念在现代其实常常被质疑。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根竹子强17级的台风来了，不倒，它柔软。那一样的道理，这个在建筑学也是有这样的。你用硬碰硬去跟结构去做抵抗，其实终究有一天你会被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在你看，在一个断层线的原址上，它可能几百年、两三百年之后还有可能再发生哦，会在类似的地方发生哦。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用了一个柔性结构，这在建筑里面也是有。土木的专业里面应该都会谈到的，用 cable 柔性结构，是，所以它是可以消能的。你大家其实地震来最重要就是要消耗那个能量，就不会有灾害。所以当你很硬的时候，你就会自己会错屈或扭伤或干嘛。但是如果是一个水泥配上一个钢索，再配上帆布，那帆布的意思其实应该是那是很高级的帆布，那叫。Membrane 是薄膜，那这种薄膜呢，其实它抗污抗风能力都非常厉害，是，所以它被这个地震或者是台风吹的时候，它是一个柔性结构，然后它下面就保护着这一个断层带，所以雨也不会淋到，太阳也不会直接打，不会打到，是，所以呢，这个结构它地震来说，它在这个join点上，它是 cable，然后它就。那我只要确保这一个我用混凝土做的这一个空间，也就是所谓观察廊，有冷气的，满足现代人的需要的冷气的观察空间呢，把它做坚固。所以我甚至于说，它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地震再来，再大的地震，它有可能会倾斜，但是它不会垮。但是这个 cable 有可能会断掉，但是它不会整个房子完蛋。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落点，让建筑的结构可以能量适当的释放，是它就会 balance， 是用这样的心去呼应一种自然跟结构学的这种 对抗的一种关系。是，对。那说到这点，就要赶快来请教嘉伟老师了。我想这个对用这个柔性结构去做一个博物馆的这个表现，您的这个保种中心可以说是用到极致了。那你整个保种中心其实就是用一个钢架或者跟这些比较就是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网子，就是透过一个像花房这样子简单的建筑，却是在台湾地震很多、太阳很大、那台风也很强的地方，也是屹立了好多年都挺平安的。我们最早的一个花房建了12年了，12年，它连钢架都不是，那只是镀锌的管子而已。还是从科博馆谈起。我在第一任博物馆馆长卸任的时候，我们的花房发包了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热带雨林的那一个庞大的建筑。我经历那个过程，知道从设计到完工花了有7-8年的时间，是耗费的经费非常的庞大。用了7亿去盖那个植物园的园区，里头大概有70%是用来盖那一栋房子。所以昂贵耗时，但是建一个植物保种中心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工作，我找到的资金也不是那么的充裕，在这种情况底下得盖个好花房，耐用但是便宜又快速可以盖好，
是，在那之前我在自己家里头先演练，我花了35万台币盖了一个80平的花房。我看着，哦，这是很坚固的建筑，太好了，就把它放大了，来在保种中心来实验。是，12年了，我们除了偶尔几阵台风把网子给吹掀一个角落之外，我们安全无虞，所以便宜也有好货。是的，而且你把它实践的好彻底呀、啊。那就想请教一下这个邱建筑师哦，当你也参观过这个嘉威老师的这个保种中心，那你就一个建筑师的角度，你怎么样去看它这个建得又快又便宜，而且还可以撑十几年都没事的这个花房？这个其实如果光讲这个，我就可以讲一个小时了。您克制一下，我们的时间没这么多。因为真的是这样，我觉得第一次见到嘉威兄之后。他就有提到这个计划，是，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就是拨个空到南部去看这个保种中心、那个时候跟嘉威兄真的还不熟、我一看到就哦就很嗨啊，就很兴奋的、啊、就说哇，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农业建筑，其实农业地景在台湾是很典型的，嘉南平原、宜兰平原，是，到处都是这些卵房，有白的、黑的，什么颜色，绿的，但是我以前就常常觉得说，怎么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更重要的 building type 好好的去盖？是，结果我那次就看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专业会看小东西，我知道他用的铁件比人家细心，他的网可能是2-3层，所以我就说，哦，这觉得太厉害了，尤其他有里面几栋小房子哈，立面是水墙，里面有3台大的那个抽风机，像螺旋桨一样那么大，抽。然后把风呢拉过去，借过水墙，把冷空气吸到 greenhouse 的里面、哦，然后再往外抽过去，所以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通风的一个环境，又保湿，然后 又可以降温。那你知道那个有多轻吗？有多其实多经济吗？就是说我们其实政府常常花几十亿、几百亿盖一些，其实全世界都一样，盖 museum 盖什么都是砸大钱，但事实上、那些那么轻柔的结构，你其实只要很细心。然后在结构上更小心，在接头上的处理再精致，在薄膜的处理更厚一点，或者是要转弯的地方捆得更扎实一点，其实它有机会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那事实上也证明了、当初我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哦，现在也12年了，所以证明很多建筑上面在谈的这种所谓轻构筑是轻构筑是可以执行的，而且已经被执行的。我觉得嘉威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典范。我觉得那一栋房子其实可以进入到建筑这个史来谈这件事情。哇，我听过最好的评语，但是不太公平的就是，我不是无心，我是很用心的。是在自己家里都先盖了一栋了，对不对？重点是快，是，每一栋建筑。最庞大的50公尺乘100公尺，我们花不到半年，大多数都在4个月完工。哇，那真的很有效率耶！确实如此，这是一个成熟的行业。我只不过要求每一根柱子、每根斜杆，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条直线。哦，这科学家的坚持总是要有的。是，那我想这个嘉威老师在做这个花房，他有他实际上需求的。的条件让他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完成。可是如果就一个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说，似乎好像嘉威老师除了要求他很精确要同一排之外，并我虽然你们特别提到美学这件事，我去看其实还蛮好看的，而且在里头植物跟建筑的这个比例是很恰当的。那邱建筑师这个部分你自己的看法呢？美学这一块其实又可以讲一个小时。哦，是吗？就是，害我问得好心惊啊！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一般对建筑的感知啊，比如说一个方块是实体，是金属或石头，你看不过去是个实体，或者是一个虚的留白的空间，一个大阳台或者是一个洞，那个是一个或者是透明玻璃，那个是个虚体，可是。嘉威兄用的这个 greenhouse 这种寻常可见的常民建筑里面的 greenhouse 这种黑网，其实它都不是实体，也不是虚体，是它是一半。哦，那这种一半，其实我们建筑里面也朦胧的感觉，朦胧，它这个确实本身就是一个好看的东西。哦，
只是我们因为可能它太 cheap 太便宜太常用、嗯、或者是有的时候弱不禁风的、嗯、就不会就忘了它是美的。是，其实人都有这样的特征，看到那样的朦胧的现象，比如雾过来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美？其实、啊、其实人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纱网就是有这个魅力、哦、那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会去跟电影跟什么去连接，我这个是我很个人的诠释，但是也可以聊一下。比如说我长期观察，像我们电影里面，像侯孝贤，他很、嗯、连侯孝贤都出来了，这个是我个人的诠释 ，OK？ 是，所以这个他其实长期醉心于台湾电影文化、台湾文化的一种现代性、嗯、一种国际性、嗯。那他的美学其实也发展到一种，我也在看他的美学，比如说低角度的镜头去拍电影或怎么样。嗯、但是在聂隐娘那部电影里面，我特别注意到。可是巧合或者怎么样，他特别喜欢用薄纱，嗯，他是用黑红色的薄纱，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那个 killer 那杀手舒淇小姐就站在那个红色的薄纱的背后，动也不动的看着他们里面有人的对话，那种朦胧的那种现代性，嗯，我觉得如果。允许我如此牵强的去连的话，我觉得它是有绝对的美感存在。那事实上很多在座的人都很多在座的人都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会觉得是我们好想去那样做。对，嗯，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是我必须不能再让他聊下去了，我要控制一下节目的时间。但是刚刚邱建筑师他有谈到一件很重要的这个。素材的运用，尤其一般来讲，我们在台湾的建筑物上头可以看到用大量的这个这些水泥。那您刚刚提到说，我们如何对于我们常民的这些建材做一些反思？那其实每一个地方选择不同的材料，都会有它的一些背景的原因。那请教一下嘉伟老师，你怎么样看待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量这些水泥的运用呢？如果你到美国去，到不论到 Boston 或那些比较开始有建筑物的地方、嗯、那些房子大多数都是在咸丰道光年建、哦、是到现在100多年了、嗯、屹立不摇、嗯、简单的几根木柱子跟梁就建起来了、嗯、是但是在台湾我们这种鸟兽充于如此丰富的地方那些木头很容易就腐烂掉是前一阵子当然我们用了很多防腐木材但是它的环保规格不是很好、哦、所以这一来政府就限制它的使用、嗯、里头的化学成分也逐渐的降低它的毒性、嗯、也因此你去买一个防腐材放在原野里头下着雨吹着风、嗯、大概10年不到基本上就烂光了是、嗯、上一集我们看到在溪头用木头盖个桥、嗯、那个也耐不了多久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谢老师伤心了溪头潮湿的不得了除非他加灌很多特殊的材质进去不然的话经不起自然考验、嗯、也因此这种金属性的跟水泥的结合还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嗯、水泥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它是我们在自然界里头大概除了水之外人从自然资源里头取得最大量的东西了。哦，是啊。过去大家都认为水泥建筑、混凝土，了不起用个几十年、上百年，事实上不尽然如此的。嗯，我这里有几个标本，我来说明一下，好吧？嗯，看看这个，这是海上的一段漂流木的切片，就让我们看到很多铸掉的孔洞。是谁打这个洞是一种蚌壳双眉背像蛤一样的生物它自己在前头打洞接着就用碳酸钙把这个洞给封住也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碳酸钙的支撑一个管子就撑住这个洞口它住在里头它吃木头木头给它养分那它安全舒适的住在里头这是用碳酸钙撑起来的一个架构所以这整个木头是蛤的家是蛤的家这就是生物选用另外一种植材来做盖房子住在里头那么他的亲戚就像这个他不住在木头里头因为他太大了这一根
我挑了一个断的过来，因为不好运。是最长的一根，我有1.5公尺长。这吃什么呢？这是一种蚌壳啊。这个管子就刚才我所这是它的壳啊。这是它的壳，它住在里头啊。这个壳子是它做出来的。那么它是头下脚上住在烂泥堆里头。是。那么头朝下不停地把土壤里头的可以氧化还原的有机物给利用消化吸收。我重点谈碳酸钙。嗯，碳酸钙就是水泥的材料，是哇，大自然的生物把水泥运用到好极致哦，就是如此啊，它们可以耐很久，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钢筋水泥只能用个100年左右呢？嗯，事实上有另外一个案例，嗯，罗马人时代就开始用混凝土，哦，他们就发明了水泥，那里的混凝土。到今天你到罗马的海边，当年盖的那种防坡的海堤历经2000多年了，到现在毫发无伤。所以混凝土当然可以用千年，好材料呢，当然重点在于我们今天用的是便宜大量的方式。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在于用不用水泥，是要怎么用。对，嗯，他们很聪明的用火山灰来取代粘土，那火山灰跟碳酸钙合在一起加温煅烧，就变成一个千年不坏的建筑物。所以水泥还是一个好材料，只是看我们怎么用它。哇，老师把这个长明的材料把我们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哦。那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长明的材料，还是我们回到那个轻架构来谈。这轻架构的这个表现是非常有趣的。那既然它是属于一种长明的，我们平常会使用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就应该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呀。嗯哼，事实上，刚刚一开始有谈到农业的设施物，是，其实它就是很典型的，像镀锌钢管、锡形钢这一些。都是轻钢，是。那轻钢最好的方的优势，它便宜，取得方便，是，构筑迅速，哦，那其实这都是很大的优点。那所以为什么后来在其实像 global warming 啊，全球暖化现象出来之后，其实我刚刚听到嘉伟兄讲的，其实还蛮佩服的。其实有一派是对水泥是很有意见的，是认为是不是绿建筑的，是。但事实上，我是同意嘉伟兄的说法。水泥你只要用得很细致，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材料。因为今天是科学的课，我稍微补充一个，水泥最厉害的一点是它的混凝土跟钢筋的比热是一模一样的。哦，这代表说它不会热胀冷缩。当两个材料在自然界找到放在一起，是永远密合的。它不会因为热胀冷缩松动就垮了。是，这简直是太难得了。也就是因为这么特殊的这个物理特性，所以它今天可以变作一个扫遍全球重要的一个建筑构造。所以它其实风靡这个我们这个长明的素材，它有它的条件的。没错，但是毕竟已经使用了一两百年了吧，所以其实整个自然也被破坏的差不多。是，所以才会回来检讨说轻构架的方便性。是，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建筑学也有一派，无论在日本、欧洲，都希望用一种长明的，然后像谢英俊建筑师也是用长明的材料，轻构架、锡形钢、轻钢管，希望可以用这种东西来建造一些。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平常在板斗的时候的那个棚子也是、那非常方便，也是那个材料吗？是，太有趣了。那如果您对这个轻架构这么有感情，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试着用轻架构去表现出、它的这个可能性呢？有哎、欸，我就刚好就是有，就其实我有一大概也十年前从这个所谓的主流建筑啊，就混凝土啊、这种粗的 H 型钢啊、玻璃屋啊这些所谓平常比较常看到的建筑形态，我后来在反省跟思考说，台湾盖房子难道都要用这一招吗？有没有可能用这种嘉伟兄这种很轻量的？的方式去构筑。所以我在大概7-8年前吧，在普里子教堂旁边，我们盖了一个 Sea Pavilion。 我今天有带模型过来，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弯来弯去的
构造物啊。你用钢把它弯成这样。对对对，其实是蛮辛苦的动作，有点像是艺术性的表现。嗯，那因为紫教堂在我们的隔壁，嗯、那紫教堂它是反过来，它是紫、哦、紫明明很轻薄很弱，是，但是它做成圆管柱。58根圆管撑起一个 pavilion， 变作一个 chapel，、嗯、一个教堂。嗯，这是板帽建筑师很经典的重要的作品。是。那我们把它从日本带到台湾来，给它第二个生命。所以它今天落在埔里，成为一个还蛮多人知道的一个。哇，你真的很叛逆耶！人家是把最柔软的做的最坚固，对，那你就在旁边做一个把最硬的建材把它表现的最柔软。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在这个板帽建筑师前面，我第一个我不想学他嘛，对不对？但是要跟他有呼应，那这种呼应方式要怎么去对话，才不失格调又有意义？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想说，哎、嗯，他用纸，我就用钢，那钢明明很硬，我就把它做得很柔，像烙纸楼一样，然后也证明轻型钢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当构筑的一个要件，而不是只是摊贩、greenhouse 这一些所谓的次级的构造物而已，大概是这样。那后来不好意思对，其实说到这些大自然这个素材怎么样去运用哦，那除了说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建筑是有一些自己巧思的展现之外，其实在动物界我们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建筑师呢。刚才提到非常坚硬的构造，这个、太厉害了，你捏捏看这个有多硬，这个、太厉害了，这是一个海绵的身躯，海绵是最简单的动物，它竟然能够把水里头的细酸盐把它给沉积成一条条的丝，接着它自己把它编成这么复杂的构造，坚硬到你捏不下去，是不是？这个是长在日本海里头的维纳斯花园，这 Venus Basket 这种非常简单的海绵生物，做出如此精巧的结构。我还给你看，刚才提到纸，这是胡蜂的窝。胡蜂也是嚼了一些植物的纤维，接着吐出来以后，做出这么一个蜂窝出来。理论上，它的理论上也是纸的，啊，这就是纸糊的，是不是？它可以耐个几年，10年的。那这些永久不坏，这个耐个几年，这个呢，能用几个月就很好了。鸟巢，但是这个结构简直是太巧妙了。我长期在非洲。奈米比亚沙漠敲化石，那是一片荒漠，偶尔有几棵树，在那样子的树上头经常结着织布鸟的巢，那个巢巨大的很，经常是100只到300只的鸟共用这个巢，那个巢太大了，对我这种爱好标本人来说我带不回来，就把它敲下一块，我再说另外拿的是在印度的织布鸟，这种黄胸织布鸟，它的巢大家看了都漂亮，是啊，它是由公鸟做的，公鸟勤奋地到附近去采草的叶子，把它给编起来，是炫耀给母鸟看，你喜欢吗？喜欢就送作堆，不喜欢公鸟就把它给切下来丢地上不要了。哦，这样这么极端？你觉得它编得很好，但是它只要一天功夫就可以编一个。第二天天亮了，再变一个更好的进阶版出来。是，所以自然界是如此啊。这种建筑，这种功能住的家，它就是看功能需要嘛。它一天可以毁掉，一天可以做好，但是它也可以做永久性的建筑。是，我在奈米比亚沙漠里头看到的另外一个景象，就是巨大的蚁丘。那一个直径有1公尺。但是我相信往地底下挖，你挖个几公尺都还是它，是那个耐的几十年几百年，永远存活在那里，我站上去它不垮，接着我狠着心在上头跳它也不垮这就是了不起的部分。的确是，那其实当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背景，去看到不同的材质，还有这些大自然的这些的生物给我们这个体验都是有不一样的感觉。那最后今天要把握一个问题要请教两位，如果说是现在你们经历过了这么长期的时间，其实像是邱建筑师您的第一个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距今应该有10多年了，是不是？那
就将近20年了，快20年了。那如果现在让您跟嘉伟老师你们来合作设计一个博物馆，你们会觉得你们心目中的博物馆会长什么样子？先让嘉伟老师来出题，然后让邱建筑师来解。对我们的花房有那么高的赞美，但是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实用性的花房，不是一个观光类型的。我心中有那么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我重新盖一个花房的话，我要盖一个160米长、200米长的花房。它的高度160米，我的门进去是往下看，底下陷进去4-5公尺，我从空中往下看花房，同时仰头看上头还有10几公尺高。哇！然后四周我要用红砖砌起来，做成红砖一片一片的薄的墙，那么砖墙上头就可以有很多植物紧紧地扒着它长上去，所以在任何时刻你来重新看这个花房都看到成长的痕迹。那么砖墙跟砖墙之间我希望留空，空我就要把它做成像教堂一样子的雕花彩绘玻璃，那么让植物展示在一个就像教堂的环境底下，你进了教堂心里头先有一个崇敬感，然后再看到那些在红砖旁边长着的植物，我希望立起无数根的柱子，这柱子可以这么粗，可以有15公尺高，让植物从下往上长，从上往下垂掉下来。老师，你在砖墙的旁边，在中心部分，中心，所以中心是一根根的柱子，旁边是砖墙，然后彩绘玻璃。说到这个彩绘玻璃，我很好奇，因为在教堂里头的彩绘玻璃画的是一些宗教的故事。那您在花房里面所展现的这个彩绘玻璃，我当然放进的是植物的细部的观察，当然可以有漂亮的花朵，但是我要让大家看到花粉长什么样子，看到脂肪长什么样子，植物的细胞根毛各式各样的细显微镜底下人眼看不见的结构，重新来做一个植物的殿堂的花窗。好，听起来很精彩，那像是嘉伟老师这个出题，邱建筑师您会怎么样去建议他呢？这题目蛮好的，就是我刚刚在想嘉伟兄在聊的时候一直在想到一个超大的教堂量体，可是一座有点比刚刚的圣母院还要大两倍那种然后里面是一个 greenhouse 是，我觉得当然是这就是一个植物界的金字塔，就是一个经典了，很重要的一个全世界的地标。是，我还没讲完哦，一头想到还不止真正合作，等离开了节目我们握个手好好的接续谈下去。是，植物热带雨林是潮湿又炎热，你人走进去是不舒服的，所以走进这样子的建筑大多数人只希望待在冷气房里头来看那些很特殊的奇花异卉，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大花房里头有那么一个冷气房，旁边是奇花异卉，但是那个面才能放进多少种植物不多，所以我希望是像日本的回转寿司台一样，我要让大家看着的植物是一颗颗从你面前走过去，那每一颗都还在旋转让你看各个角度，那旁边的说明就在边上，说不完的想法你来实现吧。这个蛮科学的，是很科学。我有个想法，我以为你刚刚要做球给我，因为我已经有答案了。你说，其实就是你那个状态，一个超大的大教堂，中间就是植物园展示馆。但是我要问，热怎么办？那植物有它的湿度，是温度，人在里面，你如果还要看展览什么的。不太成立，不实际。所以那个教堂可能会比平常还要宽，的意思是 meaning 中间有个植物园，一个回的概念。你所谓的回转寿司，其实那个回字是一样的。我是人在周围是一个 museum， 所以是一个 museum， 有冷气空调，很舒服的，是包住一个 super 的 greenhouse。那人可以有适度的穿越。甚至于有空桥，你可以从博物馆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非必然要进入到很湿很热的环境。
是，它可以穿过去。这在我们建筑学其实很重要，一种互利共生。嗯，其实有点像刚刚那个很有机的状态。的确，形意啊，有时候形是一回事，意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它互利共生在一种纠结的状态，所以各有各的冷气温度跟湿度，那各有各的展品，各有各的内容，它是可以共存的，彼此都有它最合适的状况。我们人类跟植物都是，但是彼此又可以欣赏到它最美的那个样貌。对对对对对。好，那真的非常期待哪一天真的有这样子的合作，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握个手。谢谢，这也是我的期待。好，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要赶快把老师的时间开放给我们线上的同学们。我问题非常多，要好，哎，庄校长已经特别有问题进来了。这个地主对大家长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好，在自然界中有许多的生物都会创造自己居住的空间，那最常看到的是蜜蜂。那为什么这些六角形的这个结构似乎不常在人类的建筑设计上看到呢？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六角形的好处。因为这个以空间使用来讲，六角形不见得是很好去建造或者去居住的空间啦。最简单的还是方块，以人的舒适度，因为毕竟不是纯结构，纯结构可能是三角形，但是以人的舒适度，人还是有感情的，他还是有这种人体尺度的。所以这样子来看，方或者是斜屋顶是比较常见，所以也就是方块跟所谓斜屋顶的形式，大概主宰了全世界90%以上的房子。那六角形其实很少见。最近有一个，就是在台南的美术馆。台南美术馆花了30-40亿，盖了一个全部是六角形所堆叠出来的一个美术馆，我想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是，那其实它严格讲，它也是仿生建筑的一种学习。是，对，大概是这样。好，那有同学问到说，刚刚老师有介绍到软性建材的这样子的思维，这有可能会运用在摩天大楼的抗风抗震上面吗？感觉有点恐怖啊。有点恐怖。OK， 应该这样回答。结构是有机会的，但是我刚刚提到人是有舒适度的，你不用说到摩天大楼到90楼、100楼了，到30楼、40楼啊，那房子不会倒，台风来了摇来摇去不会倒，可是你无法住，是那个是问题啊。但是你如果要让它都不摇，然后又用轻钢构，那几乎是非常非常辛苦。那到刚刚前面那一场谈到很多用斜撑，像巴黎铁塔其实会像那样的状态。那巴黎铁塔很美，很有纪念性，可是其实不适合居住，连电梯都要做歪的，都要做斜的，所以这个是躲不掉的事情。所以人是有舒适度的，所以这件事情也要一并考量。这样是好。那有同学问到说，纸建筑它真的可以抗水、抗风、抗震吗？那看起来像是一堆的厚纸板，怎么能够撑得久呢？这又是我吗？看你们是，对，谁都可以回答。纸教堂是这样，以那个例子来看，它是在里面，它很聪明，因为纸大家都知道都怕水，任何东西水久了都会腐烂，都会垮，所以它严格讲也不叫做纯纸教堂，它只在一个哥白尼椭圆吗？然后58根柱子，但是最外围是长方形。那外围是什么呢？其实是回到我们的轻钢，就是方管的钢构架拿来做门扇的。所以那个钢管的支撑门扇的结构，你不能说它不是结构啊，它就是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纸教堂严格讲是纸跟钢的混合结构，它是 combination， 它不是那么真的那么 pure 的东西。是这样。好。那有同学问到说，嘉慧老师有提过说生物，就很多这种生物界的建筑师，那在我们人类建筑中使用这种仿生建筑的这个做法，您觉得是真的有做到跟大自然学习的仿生吗？必然有一部分，只是时间不多了，我倒想借着机会循着这个话题往前看。
是其实是往悲剧的未来看。好，今天谈的摩天大楼等等之类的，都是往空中发展。是，同学们大概知道气候变迁的问题，全球暖化。嗯，地球上现在住了有76亿人，今年年底会超过77亿。嗯，好多科学家都告诉我们，到了2050年的时候，地球会有90亿到95亿。到了2100年、2100年的时候，那么地球人一定超过100亿。但是气候变迁这种全球增温，会绝对改变了我们对未来人口成长的想法。在5月的时候，《科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引用德国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他很悲观地告诉我们。到了这一个世纪末的时候，地球可能只剩10亿人，因为绝大多数的地方都不适合人居了，温度会太高，温度会太低，气候会太混乱，海平面上升，海边不能住人了，最后能住人的地方只能容纳10亿人。我自己不觉得这件事情会一定发生，原因在于刚才提过了，过往我们的建筑是往空中发展。嗯，我刚才也提到，在奈米比亚沙漠，我看到的蚁丘、蚂蚁、白蚁在地底下做窝，只要离表层大概30公分到50公分以下，那里几乎是恒温的，不冷不热。所以，如果我们把建筑物现在已经做到 B5，地下5层。如果做到地下10层、20层的时候，那里的温度是恒定的，只是不舒服，是你看不见周围的景象，但是呢，也许人被迫要做这样子的选择，住到那样子的安全环境底下，虽然不好看，但是你可能避开了外头悲剧的现场，因为尸横遍野可能是将来的面对的景未来。听起来好伤心哦，好伤心！但是赶快演练怎么在地底下盖房子。哦，是吗？我还以为要赶快爱地球，不要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也许来不及，我们努力的在救地球的生态系，留存住复兴自然所需要的素材。嗯，但是我心里有一个角落，我自己知道不一定救得起来啊，因为摧毁的速度太快了。是。好，我要想办法问一题比较开心的问题，要不然这个 ending 太悲伤了。哎，好，哎，来，最近建筑迷很喜欢谈这个魏延武的副建筑的概念，这是不是跟邱老师反思的这个轻架构建筑美学是有关的呢？其实魏延武建筑师是一个这里面的各中的高手，是他是极少数可以有这么大的案量，然后把每个案子都用这种很类似数位或者是仿生，我觉得数位跟仿生在这个时候是 match 的。今天谈科学又刚好再一次证明，就是很多最近你现在在桌上，嘉国兄带来这么多精彩惊人的这些自然界的物件，其实在建筑学在数位的角度来看，也一直在 study 这样子。其实很多很流线型的构造，是或者是像魏先生提到的，他的这个像维勒山丘在东京盖的，他用凤梨 的单位去 组合成一个很有机很美的构造物，我想这个是他非常非常 在行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很多建筑师都在做类似的动作，是但是他做的东西我觉得更欣赏的一点是他常常比较虚，他不会用实去跟你硬碰硬，有一些建筑师很急着做很大的量体，就要给炫耀给你看干嘛干嘛，他没有，他是比较是一个虚无的，比较东方的，是所以他的那个建筑看起来都是有一种穿透性，我觉得这一点是他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那也是为什么大家称之为副建筑，因为盖了老半天是往内的，而不是加上去的，是捡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他是蛮代表性的一位建筑师，是而且等到将来像嘉辉老师说的往地底下盖，那真的是副建筑了。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那也感谢所有我们在现场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